折叠机越来越多人使用，除了折起来小巧好携带的 Flip 型，以及手机平板二合一的 Fold 型，未来还有更多种形态哟。三星集团的 Samsung Display 近年发强了许多新形态，例如 Flex In and Out， 打开时就像是平板一样，但它还可以继续往外折，变成双面屏幕手机呢。而且既然是可折叠屏幕，那就不一定要从正中间折，有一种可以让左右向内对折的 Flex G 型，让大屏幕能折得更小更好携带，或是一边往内折一边往外折，折叠过程像是 S 一样，让你有屏幕能够继续使用的 Flex S 型。有些人可能还不习惯折叠机， Don't worry， 可以用拉的 Slidable Flex 系列，可以在单侧或双侧拉伸屏幕，让你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变身大屏幕，大小平板一次拥有。如果你全都要，那就让 Flex Hybrid 来满足你。这个形态顾名思义就是折叠拉伸二合一，不用的时候可以折叠收纳，打开时还能透过拉伸再增加萤幕尺寸。你最喜欢哪种折叠新形态？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。喵懂巧克力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